晚了，这可我饿的。干饭呐，你是最积极，这不是吗？咱家小班想你今天挑战，一天只吃水煮的食物，我才给你准备好。那清汤寡水的咋吃啊？那什么呢？咱家小班可说了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那能瞒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给小芳来一盘热气腾腾的水煮鱼。哇！嗯，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到了中午嘛，就给小胖来一份水煮涮串。晚饭嘛，就给小胖做一碗过水面条。嗯，今天吃的很不错嘛。哎，你等会儿再歇着，你还有好消息没和咱家小伙伴说呢。哎呀，我光想着吃了。抖音美食为粉丝10万以下创作者提供专项扶持活动，美食创作新星计划上线了，12月28号到2月28号，添加话题即可参与。快来和我们一起用视频记录你的美食生活吧。